那他们在哪边画？你在这边？家里画。家里哦。我们画大画的呀，真的喜欢画。你应该是家里最厉害的。<笑>他们呢？他们都在其他地方画吗？在家里画，在家里。 三只虾，还有鱼啊！还有鱼，我还没怎么仔细观察，那就画好了。毛笔粗细一样吗？粗细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一样的毛笔，但是到用新的时候，新的用法；到了旧的时候，旧的用法。 每天都在这边画吗？每天都在这里画。我礼拜一、礼拜五、礼拜天、上午就来了。啊。一直到晚上九点下班。这个样子。那么你画这个几十年了？我16岁就开始了。16岁，60年，60年。您现在76岁，七十八了。 62，你信不信？真的是一个职业。一般这种手艺都是祖传的。我78岁。还行。 我这个字也是祖传的啊。哦，这是什么字体啊？楷体。这个隶书中篆书结合起来的。这个字都是我写的。您画过多少种画啊？我主要是画人物的。画人物。对。 哦，您还会画人物？对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植物和动物，一些分像，对，像植物的和一些动物，不像一些风景画人物的，您这边还没有啊？这里面没有，这个小的东西不好画人物。啊，我需要画人物山水。您这边接受定制？我这个花鸟是我哥哥教的。啊。我跟我父亲学山水和人物的。 这个是个奇样的，你们看这哪一段也可以，看到这里也可以。这几分钟就弄好了。对。厉害。<笑>您画人物是照着人像画的，是吗？不，我们自己创作，我们画这个古代人物，那个戏里面，啊，戏里面山水都来的。就那种五官清楚的那种。对对对。还有房间。
佛像。念佛的佛像。佛像。佛像啊。佛像。佛像。还有历史人物。我来选一幅。好，你选一幅好了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缩小版。缩小版。这也是一套呀。哎呀，我来选一个哈。这个如果要裱，还要裱起来的吧？不要裱，不要裱，装框。是放在贴在墙上的吗？不，装个框挂在墙上。挂在墙上。这个也可以挂在墙上。